来华访问的国际同济会总会长欧比夫妇，并且颁奖甲种华夏奖章给欧比总会长。蒋彦士在致辞的时候盛赞国际同济会在自由世界70多国的发展和成就，对同济会这儿是金门前哨的马山喊话站，在这里可以看见沉沦了30多年的护国河山，点点雨帆还保留着19世纪的色彩。缅怀故国，难道他们仍然落伍了一个世纪吗？风帆片片漂泊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，使我们对苦难的故国同胞要付上更多的关怀和爱心。潮去潮来，帆影缓慢地划过海面，看不出一点走向现代的轨迹，这就是我们的旧日山河，往日的田园，跟苦难的同胞。而我们生活在民主、自由和幸福中，因为我们有高昂的民心士气，团结在领袖的英明领导下。